求你个事儿呗，老弟。说，咱们今天挑战一下子复古风。我不整啊，你别给我扯到王八犊子。啥风格啊？清朝、唐朝？你那是考古。哪风啊？差不多吧，你可以理解为哥特。这下这哥这整个门脸啥意思？这是左眼为了忘记，右眼为了记住你。妈，这孩子怎么也酸了？这嘴歪这样了。姐的微笑你在百度搜不到。别老弟，拿着完美日记全心礼盒画一下子，哥给你拍头像。哎妈，害得我哥，这口红我之前想买的断货了。人家这还是周迅同款的，全都口红、眼影、散粉都是养肤的，给你这化妆品全都升级了。大气啊，咱就适合这种贵气。他这个寓意是做你的专属学员型，你好好拍歌，明儿再给你买一套。腿、手、微笑、低头。瞅你拍这逼玩意儿，我尝尝怎么混。等一会儿把你年轻前衣服给我整一套。我干啥呀我？我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复古。你好啊，靓仔。你好，美女，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可以把狗黑。方便一起晚上吃个便饭吗？滚犊子！叔叔真啊。